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富贵。本期视频的所有素材还有 LUT 我都会免费分享给大家，作为调色练习使用。想要商用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在我这里大家随意点就好。对了，本期短片的大部分素材都是我自己在川西的苍坝海那个地方拍摄的，那个地方真的绝美，推荐给大家。就是路有点难走哈，想要去的朋友一定要开这个四驱的越野，我们开了那个前驱车，真的非常具体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 ，Respect。